我觉得美国的 Google Map 定位超烂。刚刚我一直在找 MM World 在哪里，结果居然就在对面欸，好夸张。怎么办，又想买杯子，这好可爱啊，超大的，这可以当碗了吧。18.99，其实蛮划算的，有重量。30块。我真的很爱做杯子欸，干脆要买就买 MM 的 I love New York 就好了。这个杯子好轻哦，要写价钱吗？18.95是不是？是掉了吗？再确认一次哦。对，18.99。哦，还有这个 I love New York 的巧克力。超可爱的，还有这个玩具，这小杯子还蛮可爱的，请对焦。多少呢？7.99，而且 New York 哎，里面有个垃圾，开心，这不知道谁丢在这里。这个玻璃的7.99，这里有手电筒。可以装 MM 巧克力的东西，看一下手电筒多少钱，有写吗？目测没看到。喝完真奶，好可爱哦。9.95。超多 MM 巧克力。然后这边有一堆绿色的。这里有小杯子，好可爱哦，它是7.99。它这边有明信片，但它没有写价钱。我觉得美国很多东西，不是美国，布鲁克林，纽约跟那个波士顿。很多东西都不写价钱，怎么没有人要跟他拍照？我现在才看到天花板，天花板也有 MM 巧克力。
抱枕，看一下一个抱枕多少，26.9哎，还好，但他没有抱非常软。怎么每一层楼都有巧克力？小包包多少钱？6.99，好可爱啊！但好像只有这两个颜色，这硬的，这边有比较多，但材质都不一样。它的规划实在是太乱了，原来这边有很多个颜色，5.99。这一个的话是6.99，然后这个的话是6.99，这个呢5.99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不见。9.99。结果这里的马克杯比较齐全，两个30块的马克杯。哇！两个30块其实超便宜。只有那几个颜色，这袜子好可爱哦，好大，圣诞袜，圣诞袜，这有标价吗？这是洗标。不知道，这个是小的，小的是17.99。那大的为什么没有标价？这个一大罐，19.95。这种小盒的也很可爱，这个是10.99，很可爱耶！这个壶好容易碎哦。这个究竟价钱在哪？14.95。黑色的马克杯，8.99。这顶帽子也太炫了，19.95，哎，以帽子来说算便宜。这个也是2个30。我记得它应该是红橙黄绿蓝紫都有，只是它都放在不同地方。
面的巧克力颜色都不一样。这里感觉几乎是全部了吧，红黄绿蓝，不知道有没有紫色哎、欸。这个也是蛮可爱的，看一下价钱，这个是7.99。Oh my god， 这一大罐要多少？我很好奇。29.99。这拖鞋好可爱哦，它有不同 size。我看一下，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大的，19.99。这个小一点点。哎，价钱一样。这个纽约的巧克力是2.35，还有一个大苹果。楼上的景观还是蛮不错的，还刚好看到这个叫双层巴士吗？这个是19.99嘛，这个的话，哎，这有 size 哎，这个是也是19.99。我现在才发现上面有一只，我今天来才发现，原来它有超大的荧幕墙哎！我刚好看到可爱的动画，我希望等它可爱的动画。希望可以快点，我好冷哦！刚刚已经在外面吃起司蛋糕，有点冷。广告也是蛮久的，不太重复，拍的有点太用心。我的紫色呢？好冷哦！我已经站在这里2分钟了，该有了吧？看起来有机会。我觉得绿色很可爱耶。终于要有了吗？紫色。可是我刚看到的不是这个。给他一个广告哎，刚刚的路人很善良的绕路。
今天又来买了两袋。When you feel it's hopeless, when you think